这个就是代表那个英伦它的米字旗国旗的样式哦，这个也是算比较少量的。那一般都是直条纹啊，也有人做那个米字的啊。其实两种我们都有贩售，还有这个专用的土厨，这个都是有跟着原厂的孔位去做安装的。那其实 Defender 还有很多套件哦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其实可以来加入我们的官方粉丝，